大家好，这是我今天刚刚送货新到的，刚刚昨天买的这个按摩椅，第一次尝试这种椅子，想了很久了，女儿总是说背痛，老公也很想要按摩，平时都是去按摩院，但是现在不是 COVID-19 嘛，所以多数都在家里，所以我们就想去买一个性价比最高的。这个款式非常 modern，非常现代，这款式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，颜色也特别喜欢，而且这个颜色是最便宜的颜色，所以比了日本的货，还有韩国的货，最终还是选了韩国的产品，因为他们的性价比特别高，所以我建议你们也来一台试一试，这个非常好。